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需求日益增大，越来越多的车企对国内市场投入更大精力，甚至宝马 X3 都已经交给了华晨国产上市，可见宝马的决心。接下来小编说的这款车就是宝马的紧凑 SUV 宝马 X1。 宝马 X1 外观上保持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，前摄进气格栅用镀铬进行包裹，采用对称式设计的进气口搭配有圆形雾灯，前脸设计要比奥迪 Q3 更有感觉。侧面双腰线的设计显得非常流畅，设计复杂的轮毂也提高了辨识度。车身数据为4565、1821、1624毫米，轴距为2780毫米，比奥迪 Q3 要大不少。因为整体设计比较像宝马 X3， 所以很多消费者也将 X1 称为小号宝马 X3。 进入车内，内部设计很有质感，中控台装配有大量银色饰板，显得十分精致。配置上，时尚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，悬浮中控也比较大方，另外有全景天窗、弹压监测、 ABS 防抱死以及 ESP 车身稳定等配置，功能丰富。在动力方面，宝马 X1 搭配有 1.5T 和 2.0T 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匹配六档手自一体和 8AT 变速箱，部分车型还配有四驱系统，最大输出136-192马力，峰值扭矩为220-280牛米，7.1秒破百油耗仅 6.1L。宝马 X1 官方指导价为28.38至43.9万元，为了进一步提高竞争力，门槛继续下探，目前在市场优惠普遍能达到5-6万，比买一台奥迪 Q3 划算得多。